彭丽蔡家硕酒驾医师恼羞成怒，直接回复干你屁事。现在医美群组到处都是小编最爱在里面看戏，因为场场加映，除了精彩我想不到更好的形容词。那这场首映的主角就是我们的酒驾医师蔡家硕。那事情是这样的，群组内有人推荐起了蔡家硕，他也那么刚好就在群内，但是还是会有正义之士看不惯。好死不死，这次正义之士不讲酒驾，讲起了蔡家硕的战绩。那具体是什么事呢？其实也就是我们蔡家硕的风流史，蔡家硕都可以掉包玻尿酸了，那打坏其实也不奇怪。更厉害的是，蔡家硕原来是啊，这分明是小鸡吃米图。听到小鸡鸡，蔡家硕终于按耐不住说这是抹黑，但群友提问这是三粒癌。Nice。此时的蔡家硕竟回复那关你什么事？看来这次是真的说到心坎里，蔡家硕直接演绎，气急败坏。对对，啊。但不得不说，群友说的对，一个对医德跟品德有问题的医师，到底谁能放心给他手术？